中四周岁三个月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看着他拿手机，老师就看着翻跟头的嘛。我说你是不是想学了？说爸爸我就想学。我说那行，我说老爸教你呗，因为我也会，我小时候也是锻炼武术。第三天自己就是会下腰，敢下，关键是他胆子大，就脑袋不怕碰就下去了。他翻第一个后手翻是六个半月，翻第一个后空翻是11个半月。他刚开始特别喜欢，是直到后来有一段时间，就是去体操队锻炼了一段时间，回来就不行了，他就觉得好像是不想。对，不想坚持了，后来又开始想挑战吉尼斯纪录，以后他的一心就是说我绝对要拿下吉尼斯纪录的证书。现在反正他就是每天都在坚持，尤其现在坚持呢，他后手翻现在已经上过110，一口气翻过110，最高纪录。吉尼斯纪录是1分钟50个，我姑娘随便57秒就翻85个。山西省太原蹦床队就是4队，王教练看到我孩子优秀，就是特招的嘛。王教练不是看到咱们的家庭也不行，都是免费的，让我孩子去学。我只是想着先让他把吉尼斯纪录拿下以后，就是把证书拿下以后，慢慢就有各大证，就是体校啦，就是说有专业的队伍适合他们，就是说体操方面可以考虑一下。